实验真的很好，但是我希望我的梦想就是可以做一个属于我这个时代标杆性的一张电子专辑。如果你来到我的队的之后，希望你多一些在别的音乐上让你更加饱满。我最近正好在做一个节目是电子乐，我还挺需要这样的帮手。我的选择是哈林老师。这首歌太老了，那你编出来这个是完全像一崭新的一首歌。他的唱法包括他的音色很特别。我其实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像四位导师一样，有一朝一日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符号一样的人物，别人只要一听到我的东西就马上会想到，哦，这是富豪。我希望你到我的战队就是要凭自己的感受去随便唱，因为我能冲下来就证明我真的很喜欢你。他会让你明年发光发热，可是我让你十月就发光发热。我特别需要这样的音乐。我选择的是哈林老师。我快哭了。我的眼睛时代，你们别大惊小怪。唱法非常的欧美，他是用那个压缩声带的方式去唱出那个高音。你在这个舞台上依然是充满着表演，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我希望能够像我热爱的80年代那些 rock star 们一样，去用自己创作的音乐去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对一切的看法。我相信你对音乐上面的坚持一定也是非常独立的，所以你如果来我的战队，你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如果真是来了我的队，你能把我颠覆了算你本事。你如果进到我的战队里面，我给你所有的空间，能让你完全的不用去改变，但是比现在更有魅力。我的选择是汪峰老师。当寄到台北来看雨，一厢可期，登机到台北来看雨，满是悲情。这个悲伤的歌被他这一改，然后配上他这个 vocal， 变成小浪漫，声音非常的特别，可是又有一点阴柔的感觉，特别好。好，来吧。Give me a whisper, give me starlight, give me kiss before you tell me goodbye.
它的内容都是很伤感的，但是反而给人有极大的力量。我认为它的后面的精彩度远远超过前面的部分。唱这首歌，我是感觉好像所有的痛苦或者说不快都能够慢慢的离你远去。这绝对是太是宝了，因为他自己写歌也很厉害。欢迎你来我的战队。各位导师，今天是分组的最后一天，这个大家又紧张压力又大，不如杰伦来一个拿手的魔术让大家舒压一下，你觉得如何？对啊对啊，太紧张了。想要魔术要扑克牌对吧？哎，最近我有画画，画什么？对啊，你看我有画一张啊，画了一个扑克牌对吧？这时候吹口气，好，变了。哎呦哎呦哎哎呦，瞬间对，感觉一下对。哎呦，里面是真的有牌的，掌声鼓励一下这个歌。来，我们先从汪峰老师来好了。好，因为汪峰老师平常比较严肃一点，来点轻松的，先从你开始，随便抽一张牌。他不好骗的，不好看起来一直觉得。给他看，给那儿看，对。哇，好了，我都没看了，好吧，我都没看。好，来，把牌呢放进来，随便放。好，对对对，大家看一下啊，牌在，牌还在里面，嗯，还在里面。好了，不管。这时候呢，我切个牌，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牌放在这边。嗯，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张牌已经在我口袋很久了？嗯，相不相信这一张就是你的牌？肯定不信。我才不信呢！你要演砸了怎么办？啊，不可能，肯定是你的牌，你的。你会不会有点无聊啊？啊啊！会不会有点无聊啊？啊，好吧。你会不会有点真的厉害的招式啊？真厉害的，对。听说魔术是可以预测的。嗯，对，对不对？可不可以预测一下今年我们的每个战队有多少个学员？哎呦，这个不错。嗯，那我们先从哈林哥开始。不要紧张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这个哈林哥呢，随便点一张，对，随便点。好 ，OK， 来拿出来一下，拿出来，先不要看哦，不要看啊，不要看，不要看，对，放在桌上。自己也不能看，放在桌上，你看桌上我都没动哦，都没动，好不好？那另外一个方式，嗯，就是你喊停，我会慢慢把牌放下，你喊停哦。嗯。停啊，停，你自己说的吧，对不对？嗯，来这一张我把它放在旁边。Okay. 好嘞，我先预言一下，哈林哥呢，我给你十二个学员就好了，我预测你即将会有十二个学员。嗯，你打开看一下，一张一张把它打开到这里。哟，第一张是六，第一张花六，第一张，第二张。这张来个大六，十二个对不对？不是六你就砸牌了。来一个，肯定要六的。哎，哎呦呵，哎呦，红桃六。哇，掌声鼓励一下这个。两张一起，两张一起，两张一起。来，好，这是周杰伦对我的预测。对，十二个学员。好呢。接下来我就汪峰老师了。好，你觉得汪峰老师大概要几个？我觉得。对，汪峰一定比哈林少。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好吧，那就是十一个好了，好吧，十一个蛮多的啊。来特写看一下啊，来这个是正常的牌，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十一个的话就应该就是 J 了，对 ，J J， 走你，哇，哎呀，真的是红桃，哎呀，十一个学员，谢谢，恭喜你，哇，这个是真的很神奇，收起来，那。娜姐，哎，娜姐，肯定要不一样，肯定不一样。来，我一定要与众不同。与众不同，我先预测一下。来，你喊停就好了。好，来，一二三，停。好的，来，开始了吗？打开看一下，来，慢慢开，特写看一下，特写看一下，来，看是多少人。好，把它打开到这里，掀不起来。哎，漂亮吧？哇，一位什么？一位学员。这又学员啊，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少？来，我跟你讲，这个题就是你想改多少多少来。你想让自己有劲，你帮我把这个一划掉，改成比如说，你随便写，你想要的数字，对，不要让我看，不要让我看，看看你心里面是什么啊？好了吗？可以吗？这是什么意思？你要这样，咱俩合作，这才是 K。这样就明显了。来，哎呦，让我看看，这个是 K， 代表说你想要有十三个学员，来，我们来变一个，这一定要特写，代表什么 ？K 代表是十三个嘛，对不对？嗯，好紧张啊，看一下，十三个没错吧？嗯，瞬间，
哇，真的！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掌声，此处有掌声。这个今年春晚，他可以上去表演魔术了。刘谦可以回家休息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我们魔术大师周杰伦的预测到底准不准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这里是中国浙江，所有的导师学员正赶往中国新歌声现场。真声音，真音乐，原创新歌声，玫瑰花宝水。本节目由法兰琳卡玫瑰花宝水独家冠名播出。吃有机的，喝有机的，用自然护肤的法兰琳卡玫瑰花宝水。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本节目由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 特别支持。第一季法兰琳卡中国新歌声导师分组大结局正式开始，有请今晚的第一位学员。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灵芝，来自于台湾台北，在我旁边陪我骑车的是我女儿，快点来啊！好，我来了。哎，她叫露露，她可是我生命中的天使哦。我母女两个相依为命20年了，女儿知道我要参加中国新歌声，一定要帮我打扮一下。我这次上台的衣服啊，都是她帮我准备的。2016年对我来说最具挑战性的事情，就是来到中国新歌声的舞台。刚才在休息室里面，我看到大多数的人的年龄啊，比我唱歌的年龄都还小。说真的，他们都唱得好棒哦，我觉得我来对了。今天是女儿露露看到妈妈站上中国最大的舞台唱歌，我希望可以给她做一个很好的榜样，让她知道人生任何时候都是一段新的旅程，新的挑战。关灵芝，加油！
可是我的前辈啊，啊，认识，也得过金曲奖的，哦，客家最佳演唱人，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好了。导师们好，我叫关凌芝，今年只有57岁。赞赞，您的这个歌唱史有多长了？哦，38年。哦，38年。哇，我在冲下来之前。我就完全不能否认的说啊，这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人，对，不管是任何一个叹气，任何一个那种感觉都那么到位，谢谢。所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冲下来的目的是为了向关老师学习，向你致敬，谢谢谢谢谢谢。致敬，而且要学习。比较好奇的是，哈林哥，你是认出关姐的声音而冲下来吗？没有没有，我没有认出他的声音，我只听出来那个经验。他唱歌的经验，我们刚刚两位啊，是因为被他阻止的关系。他说：“这个学员我要，你不准下来。”我们两位就只好在那啊。你什么好的不学？你专门学这种骗人的把戏。关姐，那这些年你都是在唱西洋歌曲是吗？其实我可以演唱客语、客语、国语咯，英文、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哇。关姐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我在50岁以后给自己一个期许，我希望每一年都可以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金曲奖以后呢，我到世界各国去演唱。今年2016年，我决定把自己归零，到中国新歌声重新学习。哦，要向你学习。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榜样。谢谢，不敢说。如果让现在任何一个年轻歌手告诉他，你从现在开始努力，30年后你会发光，他一定就走了，这是肯定的。我觉得50岁以后我更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美好。好的榜样，真是。关老师，我们一起来玩喜欢的音乐，然后哎，咱们住的又近，对不对？都在台湾，时间很多的。关姐，你要来的我的战队，我的队里从来没有像您这样，就是对音乐还是那么热爱，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其实，在您这一趴，确实要说，你想好了吗？到底去哪一位学员的班里？两位老师我都很喜欢，一黑一白的。一黑一白的。你觉得你是到宠物店对吧？所以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是哈林老师。哇！姐们好，姐姐，真的非常棒！姐们好，恭喜恭喜！我叫周洋，今年20岁，来自浙江金华，9月份读大二了。虽然我年纪小，但是大伙儿都特别喜欢叫我叫杨大姐，因为我特别喜欢操心大伙的事儿。杨大姐，你回来了。小蓉，你跟男朋友吵架了？你俩为啥吵架呢？你们俩和好了吗？猪头，你哪儿不舒服？头痛、感冒、咳嗽，我给你买药去。白白，你拉筋学的怎么样了？千万别放弃，坚持到底才是胜利。所以我的朋友跟我都特别铁，至今没有朋友对我出过轨。我最大的爱好还是唱歌，所以来到了新歌声。
今天要唱一首很重要的歌，我一定要认认真真把它唱好，千万不可以紧张。今天我要闭着眼睛把这首歌唱好。周扬，结棍奥。Yeah!
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我好想你，好想你，就深藏在心。刚刚不知道有人冲吗？他一直沉醉在他的那个演唱当中。来，先介绍一下。老师好，我叫周洋，然后今年20岁，来自浙江金华。九月份就读大二了。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龙猫。你刚才从第一个字开始唱，我就深深地被你带进这个故事里。你20岁就这么会唱，你是真的是走心了。我觉得你有一种很稳重、很成熟的一种声音呢。我说不上来，感觉是已经发过片的歌手。那冲下来又看上你这身装扮，我觉得非常棒。因为我就是喜欢这种，你知道，刚刚你的声音跟这个果然意想不到啊！你这个不就是《七龙珠》里面的装扮吗？七龙珠。为什么叫龙猫？我先知道一下。因为我是从电影《龙猫》里边知道的，然后龙猫是一个很正直、善良、很给人家温暖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也想成为一个很正直、善良的，这么一个人。那我跟你讲，我初中的时候其实就看这个动画，上学的时候在那个外面的街头都会有一个机器，这样，就是里面很多龙猫的公仔，抓娃娃吗？对，投一个硬币下去抓。我家里有好几只，那你来我送你一只。哎，同学，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你唱到这个停下来那个部分啊，你有蹲跪下来？那个就是悟空的动作啊，有没有？来到地球，发功。对啊，他准备要跪拜气功。那是一个设计好的东西吗？不是，就是当时。就是我之前唱都没有这样子过，今天是真的，因为心里有，所以你在那儿发功是吗？蹲下，我在准备变赛亚人那时候。变赛亚人很厉害。哎，你怎么会开始学音乐？是从小家里培养还是怎么样？不是的，就自己喜欢。对，就是自己喜欢，因为我的舅舅、舅妈、爷爷是唱戏曲的，京剧吗？是京剧吗？沪剧，就当地特别有名的。什么剧？沪剧 ，W U， 三点水一个沪，没错。W U H U， 他刚说 W， 你再听一遍，什么什么？你说是 W 还是 H？ W U， 你什么情况？啊、对，疯了啊！W U 沪剧，对，那个字我们导演给我们看了一下，看都没，哎，我太有文化了，看都没看过这字，来，各位。是这次吧，来，各位老师，你们知道吗？刘卓，你知道吗？刘卓，学点知识，啊？叫沪剧，就是京华的，对，一种剧，对对对，一种。你能哼一段吗？就是到底是什么一个味道？我来一下，来一下。想当年西湖。紫色，哇，哎，有一点京剧的味道。讲到戏曲，我可是家学渊源呐、啊。我觉得你应该来我这边，我们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中国风。在此之前，你心里有一个名字吗？你不用说出来。我其实说实话，确定吗？就是因为来《青歌声》这个舞台，就是可以看见我的偶像音女神，哎呦，还有风男神，还有轮王子，还有亲爱心，亲爱心啊，这样哇！等一下，公布答案之前，我们来想说，平常听谁的歌比较多？你又要玩花样啊？
因为我每天活了20年，每天都跟音乐有亲密接触，就每天早上闹铃都是泡沫叫我醒呢，然后晚上是不能说的秘密催我睡着，就是对。现在周杰伦最怕的就是人家听他的歌长大的，最后的下场都不会去的。对对，不，我不害怕这个魔咒，不怕不怕。反正我这个魔咒，反正我也阻止，已经受尽蹂躏，我也阻止不了了。嗯，我问一下你，这个是听我的歌长大的吗？是是是啊。嗯，谢谢。我也希望我们破除这个魔咒，这个魔咒呢真的太久了，我这节目都已经快录完了，几乎都跑到娜姐那去了。哦，不然就是唱我的歌的。其实是这样，无论你为了破除这个魔咒还是让这个魔咒圆满，哎，这两个我都同意，继续魔咒，对不对？都可以都可以。到底话多的比较好，哎，我跟你讲，还是不讲话的比较对。我跟你讲很难说，对，有时候你看话多的，我话是得分，我话多是吗？有时候话多的，但我不伤害人啊。对啊啊！我话多，但我不伤害人啊。我们谁伤害人？你说呀。你们三个都伤害过人啊。我伤害谁呀？你也说不出来，你看。他伤害我。你伤害了我，笑而过。啊，好，好了，时候到了。所以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是。还偷笑，哎，你说没人来。好，我的选择是，音女神娜音老师。你看，对不对？你看，你每次都为了抢人伤害我们。大家好，我叫杨和苏，来自成都，我是个 rapper， 这是我的网友。嗨，大家好，我叫张馨月，来自沈阳。因为嘻哈，我们在网上成为了亲密的战友。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就听着对方的声音拍桌子打节奏，一起隔空唱嘻哈。第一次听到她声音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特别温柔腼腆的女孩，见了面才知道啊，是个女汉子。在我们心中，中国新歌声是最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音乐舞台。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演唱。馨月啊，嗯，你紧张吗？嗯，还好吧。哎呦，不错哦。你呢？觉得今天不管有没有老师冲下来，我觉得我的梦想都已经实现了。不行不行不行，还是必须得必须要冲下来，必须得冲下来，加油！我从没有想过会在嘻哈音乐中找到真正的自己，这一刻舞台是属于我们的。加油！
哦哦哦，谢谢啊，谢谢。我没有故事，没写故事，没到过跌倒之后坚持，就不会是落过错过这阳春甘露的心窝。我没有变了心，哈不了吉他，弹着了一把吉他，就不会是落过错过这阳春甘露的生活。是活泼反倒而废，追上而退，变成了我自己的累赘。如果有梦不追，有翅膀不飞，这辈子我只为了走一回。就不会是落过错过这阳春甘露的生活。但如果配配成为那么美 ，M and M 唱 rap， Let's do something， 那么多，那么久，说明 I'm giving what I gotta do to get it done， 那么爽快，原来为了 M and M， 不是来的底线，起了 R， 面对 you， never standing， 就是我的决定。这个真的不算爱，我为什么不算爱？你是看了我们三个，然后你就你一个人，你说好吧？对呀、啊，我一个人在上面很无聊的。什么话？我是不是第一个冲下来的？没错。哎呦，这个蛮重要的、哦。震撼。我觉得你们先介绍自己之前，我要先介绍我自己。不用。不用、啊。谁不知道？谁不知道你是宋小宝啊？那刚刚一连串哇，那个像机关枪的老舌哈，呸呸呸，然后搭配这么好的声音，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我选这一对，其实他们是两个人呢？嗯，我们等于是多了一颗子弹呢。其实说老实话，光是那个女生都很棒，其实就够了，就值得按了。这样，你们先介绍自己。老师好，我叫杨和苏，然后我是一个南方人，我是四川成都的。老师们好，我叫张馨月，我是北方人，我是沈阳的。哎、张馨哦，又是沈阳人，哎，对，娜姐，一个成都的，是一个沈阳的，在哪儿认识的？在网上认识的，什么关系？网友，对，你们俩是网上谈恋爱了吗？没有没有谈恋爱，但是是网上最先认识的，然后、哦、对，然后变成战友的。你们俩在一起很厉害，首先是最合适，然后选的这首歌曲让你们俩能有极大的一个发挥。最后我觉得我是非常享受，所以我必须下来。那我觉得我刚刚要冲向你们，其实有一个导火线，就是觉得我必须要给你们希望。哎呦，对，为什么你要给他们希望？因为我常常的唱这个在唱的当中，其实有被感动到，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直很想要有人冲下来为他们做点什么，但是我们四个却在上面犹豫半天。这时候我却冲下来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们对嘻哈有个定义吗？有想法吗？第一次听嘻哈的时候是我初中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想动，节奏感。对、嗯，然后可能后来慢慢可能了解更多东西，听了更多东西以后，就感觉它不只是一个让你想动的那种音乐，它也是一种表达你自己的一个东西，对是吧？对，一个你的朋友。其实我最开始觉得嘻哈，它可以让我成为我想成为的那种人。嗯，我之前唱抒情歌之类的，会被大家说哇没有特色啊。嗯，但是我的是他没有眼光。你看这伙伴多好，搭档着。但是我的内心，我就想成为一个特别洒脱、特别直接的那种女孩。但这有音乐中，我觉得我能找到那个。嘻哈可以释放自己。对。那你们组合的名字叫什么？这是个典故，因为我姓张，他姓杨。嗯，我们本来想叫，要不然就叫张杨组合，但我就觉得我们的音乐形式已经够张扬了，所以我们就暂时叫做低调组合。哦，可以的，哎呦，可以的，这个都跟我有渊源的，有哦，因为我是一个低调的人。错，你还低调？
而且我的学员啊，有个叫张扬的，对不对？哦，对对对对。哎，所以你的意思都占了是吧？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的。啊。对，我们台这儿特别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因为我们这名字确实我们也没有相当满意。你是不是想让最终选中的老师给你们起名？是不是？对，我们特别想老师如果能够帮我们想一个名字。可以，我已经想好了。名字，我已经想好了。你不要先想，你不要用这种招式。等他选我，我再告诉他。怎么可能选啊？对呀、啊，反正我觉得呢 ，rock 的部分呢、啊，对于我来讲是。我很喜欢了，我一直很喜欢节奏强烈的东西，尤其你这个十六分音符滴嘎哒嘎滴嘎哒嘎滴嘎滴嘎哒，这个技术很好。到我这边来，开心的玩，就对了。其实我才是嘻哈队，对吧？嘻嘻哈哈的，那其他都是假的。我最近一直在想，就很多会说唱的，最终他们也都是要去寻找一个会唱的，然后珠联璧合。对于组合，我有丰富的经验，所以。到我的战队来，我觉得应该这样，就是每位导师其实哦，应该要讲一下，也没有男女对唱的经验，哎，对不对？男女对唱的经验，你不要借机会就打你跟阿妹的新歌，好不好？没有，没有。那好了好了，那你有吗？我有，谢谢。有新歌吗？最近有合唱新歌，这叫什么名字啊？我不想知道。没有，因为讲真的，其实饶舌嘻哈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一直都是非常喜欢的，十几年前就开始写了。那我觉得男女对唱其实这是一个流行，为什么？因为男生就负责饶舌，女生在副歌的时候唱一段。我在想有没有新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加入我的团队的话啊，我知道了，新的可能呢、就是男的唱，女的饶舌。你看这什么馊主意啊！不管怎样，因为导师要做的就是让你们更棒嘛。然后明年我的巡演，我就会和 Linkin Park 他们合作，包括整个的团队，你们会离他们很近，他们非常有可能给你们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会让你跟他们远远的照张相。不会，这事儿都是娜姐干的。然后事后还要用电脑修图把你们接在一起。哎，汪峰老师擅长于讲这些梦想。来，低调组合，你们自己说。你们的选择呢？我们的选择是。周杰伦老师。对了，我就帮他们取个叫做低调的张扬怎么样？哎，好险他们没听到，如果听到可能就不选我了。对。Hello， 大家好，我叫汪晨蕊，今年25岁，来自广州，现在我在去演出的大巴上和我的小伙伴。我们是大山人生，来自大桥北渡村，我们是最棒的，因为我们有陈蕊。我们几个都是青海音乐学院师兄弟姐妹来的，毕业以后呢，我们就专职在做阿卡贝拉成人生团队。这次能够有机会来到中国新歌声的舞台上唱歌，我真的特别开心。马上要上场，真的蛮紧张的，因为我团队的小伙伴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演出，所以剩我一个人在这里。但是我会加油的，我相信会有好运的。Yes， 中国新歌声是我梦寐以求的舞台。今天晚上我会带着小伙伴们的梦想勇敢前行，大伙儿加油好吗？
后记载，放下了姿态，句句都是爱，海水也沸腾起来。我把你藏了又藏，心影翻不开，一点点渗透思路血脉，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你所有秘密我能解开，就和我一澎湃，别说你还置身事先介绍一下自己。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汪晨蕊。什么什么什么？姓什么？我姓汪。你以为她是你妹妹是吧？哦，失散多年了。来来来，继续。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汪晨蕊，今年25岁，现在在广州有一个自己的纯人声阿卡贝拉团队，然后我在里面是担任主唱的角色。哦，无伴奏类型的。嗯。之所以我们下来，我相信有共同点想法，是因为你的声音优美的程度，还有把这首歌唱的给我一种亲切感，这是一种能力。谢谢龚老师。我认为就是这种风格实在是我太容易去掌控了，你知道在你之前有无数个。完了，我一看他那笑容就知道他不会到本家那边去是吧。深海这首歌你用你的这种特别空灵、特别天籁般的那种声音唱起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就要下来安静的听你唱完。谢谢。我都忘了还有谁下来，我都忘了。目中无人就对了。哎，组建乐队啊，阿卡贝拉其实不多，以前是什么契机让你们走到一起？以前是在大学里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阿卡社团，到了毕业之后我们就决定一起全身心的投入进去，然后呢我们就会用演出的钱去
一点一点的凑齐我们的设备，我们就豁出去了吧，然后努力把它做好。特别好。嗯，我觉得他们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凝聚团队精神，大家就是为了这个，而且很执着。对啊，像你这么美好的声音，天籁般的，是不可以随便改成摇滚的，还是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向去走，好不好？我让你一直美，我的演唱会里一定需要你们这些伴奏。我也承认，娜姐确实是有非常多经典的情歌，可是我想要你，我这里不缺好的情歌，但是我的最棒。你又笑了，我很喜欢。来来来，汪老师，你跟他讲两句，我看看他笑不笑。要不你跟我笑笑吧。好吧。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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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这么说了。峰哥，你就让给我吧。就更过分的话，我就别说了，是吧？我真的求你不要再伤害我了。我跟你讲，他等一下不选你才叫伤害你。我要选择了吧。你的选择是？我选择那英老师。哎呀，早就卡了。看，我就不喜欢看你骄傲的样子。我们方家呀，哎呀，加油加油。我叫吴江，今年30岁，现在是凌晨12点，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每当我推开自己的房门，回到自己的音乐世界，感觉就特别的满足。家里的小卧室是我每天最喜欢待的地儿，有从1950年到2015年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歌手以及乐队的几千盒磁带，每天都从这里拿几盒听一下，感觉特别享受。今天感觉太棒了，因为我要赶往中国最专业的音乐舞台——中国新歌声。现在是下午4点多，今天马上就要比赛了。其实我特别想把这一段美好时光也保留在我的记忆里。能用短短的几分钟带所有人去感受旧时光的美好。蒋哥，兄弟，蒋哥加油。有明亮的心和懵懂的眼睛，在墙壁的纸上猜想，我不是女生，早地过了17。17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和那个的。我才上17岁的女生，也许没有想象中的近。在墙壁间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早已过了17。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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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已过了17。Yeah， 我是男生，暗恋你的男生。我是男生。我是男生，习惯女生的男生。我爱女生，这里很多女生。哦，心里快要失禁，每天等着一点滴。心里真实是激动的，都是他们的道理。心里过了17，往前看，往后看，都有点吃力。哦，什么关系？心里快要17，下点大句 A B C D。虚拟真实是欺骗你的同时人生难题，虚拟过了17，往前看，往后看，道理不松心。哦，我早已过了17。可塑性是不错的。你是女生，温柔的女生。冲冲冲冲冲！你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控制不错，不错。你是女生，弹琴的女生。
你是女生，让男生喜欢的女生。加油加油加油！加加加 ！Come on！ 我是男生，爱你的男生。我是男生，哦，爱你的男生。耶耶耶耶耶！我是男生，喜欢女生的男生。耶、yeah ！我爱女生，这里很多女生。可开心了啊！行啊，先介绍一下自己吧。嗯，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吴江，我来自四川绵阳。那你今年多大了？嗯，我今年30。哎，跟我很像啊，30岁还说17岁我来了，对不对？感觉好像才16的感觉。刚刚他说他30岁的时候，观众在这边尖叫，你们尖叫的意思是觉得说他看起来年轻是吧？看起来像17岁。哦，这样我觉得才不是嘞，而是说他说我是男生，我喜欢女生，你这太明显了吧？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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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结婚了，我已经结婚了。哦，结婚了啊、哦？好，那 OK 那 OK。对对对。好，我跟你讲，你的节奏感，这个节奏的分布都很准确。中间我就听到了，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她我是男生啊，这等等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创意出现，有态度了，对，哎，好玩。对，他刚刚在唱歌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仿佛就是哈林哥上身了，对不对？又来了，我觉得哈林老师讲的真的非常好，对啊，对，但是你还是来我这队好了，因为我已经替你想好，哎，下一次你要唱什么歌曲？哎，不错，哎，你不要乱模仿啊，哎，不错。有时候被模仿都没有好下场。对，我跟你讲，你小心一点。其实我有点紧张的，是你的帽子。你的帽子上面那个并不，那个不是哈林哥常常比的这个 rocker 吧？不是，那不是不是。那上面你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其实是比的是一个六字，一个六。对对，那我就放心了。因为66大顺来我这边最顺的。我们 rock 也可以这样比，你知不知道？对，可以。哦 ，aloha。你又喜欢这个摇滚。又喜欢66大顺，加起来就是我爱你了。哎，我想拍宣传照最会比手势的是谁？你不如现在给我来个10连拍，怎么样？10连拍最会、啊。你要不要现在表演一个10连拍？不是，因为讲真的，在饶舌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念的时候，是需要蛮多手势的，对不对？对对对。我觉得如果你来我这队，我会加一些5步跟动作给你。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你觉得对教他跳舞是很吸引人的部分吗？因为我的强项。这位同学，好奇你前胸挂了一个这个出入证是吗？不，这个不是出入证啊，这个是我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 Walkman， 就是随身听。随身听啊？对啊。很久远以前的。对对对。什么时代了？我收藏的磁带，其实特别多啊，来自全世界各地。那你肯定没有听过周杰伦的歌，啊？周杰伦出道的时候已经没有卡带了。有。哎，等一下，有哎。你是2001年，我的第一张专辑刚好就有卡带。第二张呢？啊，第二张啊，第二张还有啊。你们不要骗人。所以他最多只听过你一张专辑。哈林哥，我帮你问一下，他有没有收藏我们？对，看看他收藏过我们哪些人的卡带。好的，好的。杰伦老师的话，目前为止我就是第一张唱片没有，基本上，只要你出过磁带的我都有。哎，谢谢谢谢。汪峰老师的歌。我收藏汪峰老师的那张磁带是70后的哥哥姐姐们
送给我的那张《晚安北京》啊，所以他没冲下来嘛。你在说哈林？哈林老师的专辑我也收藏了不少。那个时候有一首歌叫《情非得已》，我们所有的男生都特别向往，就是拿一把木吉他，然后能够唱这首歌。然后我在长大以后，包括现在，我再往回再收藏你的东西，一些已很早发行过的，你还找得到那些卡带？哎，能找到，哇，能找到。然后但是也特别难，反正。我谢谢你。听了特别感动，啊！对，我们不聊这个唱片的这个东西、真的好，我们聊音乐的。如果你来我这一队，因为我刚刚看你其实蛮喜欢汪峰老师的，因为你有他的歌曲，所以如果你来我这一队，我下一次帮你把汪峰老师的歌改成雷鬼的怎么样？哇，不错你来我这我也可以做哇，这个 idea 不错。所以你最后的选择是？你说错了，我帮你消音啊，把那个。所以说，只要不是说周杰伦都消音，都消音都没有声音的。这个你的选择是，真的很纠结，但是我最后我还是想听我媳妇儿的意见。对对对，听听老婆的。周杰伦。所以我的选择是。杰伦哥。你成功了，耶、yeah. ！太棒太棒，好，替我谢谢老婆哈，替我谢谢老婆，你不对啊，你这样就不对，要听妈妈的话，对不对？杰伦哥，加油，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叫吴映香，我是一名来自巴西圣保罗的华裔，然后这边是我的妈妈，喂，然后这边是我的姐姐。从小我和姐姐出生在巴西，妈妈一直要求我们背唐诗穿唐装，那时候我和姐姐最美好的回忆就是一起唱中国的儿歌。先唱吧，先唱。回中国以后，姐姐考上了北大，我们俩的音乐梦就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嗨，小娇。嗨，爸爸。特别遗憾的是，爸爸不能在现场为你加油，但是爸爸现在在纽约热内卢，好，希望香香能像跟奥运健儿一样勇敢上赛场。嗯哼，香香，我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舞台，这是离我们梦想最近的时刻，进入我们小时候的梦，加油加油，香香 ，Forza。往前冲。
就让光芒折射泪一时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我的梦。怎么又下来了？好。还没有唱完就偷笑的，哎呀，开心吗他？哎呀，太爽了，太紧张了。自我介绍一下，嗯，老师们好，我叫吴映香，来自巴西圣保罗。哎，巴西，土豆冰，我们用巴西话跟奥运会打个招呼，怎么说？我已经讲过了，哎，哦什么？哎哎哎哎哎哎。唱歌怎么说？唱歌是耿大儿，耿大儿，就是那英你好，这样说，那英老师你很漂亮的话就是 Professor 那英 ，você é bonito， bon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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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英 bonita， 整句整句，那英 bonita， 我不打你还不你打，哎，你有学过音乐吗？12岁的时候学过3年流行演唱。你知道我在听的时候好像在看动画片哦，好像在听那个主题曲的感觉。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就是你的声音很圆润，然后就很自然的从前头 A 段唱到副歌，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设计，很舒服的唱。谢谢老师。我是最后冲下来。你永远都是最后一个。不是不是，代表说代表说我真的听完了。他的意思是也说明我们都没听完。三位导师冲下来其实让我真的蛮有压力的，讲真的，因为我是真的对于每一个学员都是非常严苛去听他的歌曲。哦，那真正最后的那个技巧，对对对，那个地方真的蛮不错的。谢谢导师。那选这个歌有没有特别的意义？其实唱这首歌主要也是带着我跟我姐姐小时候的梦回来的，因为小时候在我们家阁楼里面经常就会听歌唱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约定就是长大以后要一起上大舞台唱歌。那姐姐呢？妈妈和姐姐来了，4个人冲下来，开心死了。开心。巴西人他这个学业里就奇怪，就是有节奏感，他们这个踢足球都好像在跳舞一样啊。你还会一边唱一边跳吗那种的？我其实挺喜欢唱跳的。 Shakira, 我也会跳舞。对，像哈林哥他也是属于唱跳歌手的。对对对。我跟你讲，你这样讲我很害羞。很开心。 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是喜欢草裙那种舞。晃啊晃啊。可是有时候啊跳舞反而会约束我们，要对，要记动作，记动作，对对，而且有时候就是你知道音准，你知道，你说唱跳是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很难的事情。他们两个人的暗示是说，他们两个人调教不了你，因为他们要是不是这个意思，就那个意思。你的意思是说，你很会调教唱跳歌手是吧？你认为呢？我觉得啊，什么事情都从打好基础，要练功夫就要从马步。我们先把唱歌的部分做好，我们只要适度的在某一些点上加上亮点，
那就真的能够当动画片女主唱了。谢谢老师。就是如果你来我的这一队的话，我肯定会帮你弄成一个非常厉害的唱跳歌手，怎么样？哦，你连基础都没打好的话，你就去又唱又跳，最后的下场气喘惨了，会喘得很厉害。对，不管怎么样，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用好听的情歌去感染所有的人，需要你，那英战队需要你。因为你的歌声事实上有很多可能性，你进了任何一个老师的队必然也会是最受关注，再加上你如此好的唱功表现力，非常棒。你谢谢老师。好了，谢谢王老师。现在该你了，给你10秒钟时间闭上眼睛想，然后做出决定。 OK， 准备好。等会儿我再想一下。要倾听自己的声音，心里的那个声音啊，说出你的选择。我的选择是，哈林老师。老少配，真的，真的，又多一个女儿了。加油加油！这可以，我当我女儿。哎，厉害厉害厉害的！哎，喂，太棒了，太棒了，棒！谢谢你啦。我是林凯伦，今年18岁。我爱音乐，我爱跳舞，我喜欢黑色和白色。我不是在搞笑，我只是在音乐中释放自己。2年前，因为音乐，我离开了美国的家，独自来到台湾。你是一个有用的人，所以我来到了这里。老妈，婆婆，公公，甜甜。我马上就要上台了，好紧张哦！希望你在中国新歌声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你们等着我的好消息吧。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我很兴奋，我好期待在这个舞台上唱歌的感觉。Let's go, Karen！
是孤单的花儿，只能向着天空痴痴仰望。爱是什么，谁能够了解？爱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感觉？一束脑像一切是梦。明白了，谢谢。不行，他到后来都没心思唱了。不行不行，你最后这一笑，这整个歌就给你笑破功了。对，给我笑出来了。来，自我介绍一下。太棒了，特别好。大家好，我叫林凯伦 Karen， 今年18岁，来自洛杉矶。啊，18岁。我觉得他唱出了一个氛围来，有一点悬疑。有一点点黑色的忧伤，感觉很像你在看一部惊悚片的电影的开头，有没有一个序曲？他唱的是不一样的，你的能力是已经跨越了，说这首歌是摇滚，这首歌是通俗，那个是偏爵士，不是这样的。非常欣赏你的歌声。谢谢老师。我特好奇，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女孩？其实大家对18岁的少女的印象可能是很可爱，喜欢穿裙子。但是我自己就是还蛮喜欢比较酷一点的东西，像皮夹克啊，或者是我也不能做指甲，因为我要弹吉他。对，所以我就是一个还蛮酷的女生。如果说只是光看这个造型哦，我觉得跟汪峰老师挺搭配的，因为她都喜欢穿这种比较紧的裤子。真的。真的吗？汪峰今年有道理。汪峰之前都是穿皮裤的。没有啊，他今天改了。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不过他说到一个点上，确实很酷。我个人写歌这也蛮黑暗的。你是黑暗美少女就对了。对，那你也写歌，到现在攒了多少首歌呢？有100多首了，更酷了，够厉害的，谢谢，真是太酷了，你真的很酷。娜姐，你聊那么开心，你没冲哎？对啊，我在帮你们多了解一些啊。但是不要反客为主，我们稍微多说一点点好不好？有一个小问题，你之后还要回到洛杉矶吗？对，我很想继续去上学，去学有关于写歌的制作的。反正还会回去是吧？那欢迎来到洛杉矶，我的家。啊，一定要来。哎，什么星座的？我是摩羯座。摩羯座，杰伦也摩羯座，是啊，音乐是摩羯吗？摩羯座啊，摩羯跟摩羯合不合？不合。哎，你听到了，你是狮子是吗？我狮子。哦，狮子跟摩羯靠谱。我在这个改编歌曲里面哦，从来没有改过你这种类型的啊，就是暗黑。可是又是情歌，说老实话，这个对我来讲是更新鲜的，越新鲜的事我越有兴趣做，你知道吗？所以你懂我的意思，我会很用力。哦，用力你懂吧？
咚咚咚咚。但是我下来有一个最大原因就是音准非常准，大家有没有觉得？没错没错。对啊，我这边其实要的就是音准，弥补一些什么？因为我平常唱歌就是有时候会有点飘啊啊，希望你可以来我的战队。你是否可以做出选择了？我是本来有一个想选的，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想不想要改变。10秒钟，考虑。好，让你的心静下来。再动摇了，动摇了，再动摇了。如果被哪一个导师选中之后，你会因为他就留在中国了，对不对？嗯。汪峰，你听懂了吗？他有可能因为某一个导师。这都不重要了，现在让他。他就不回洛杉矶了。洛杉矶的家我已经承诺了，随时欢迎他来。他不回去洛杉矶，所以你的家没有用。我不说那些不靠谱的承诺，非常公平一句话：四位导师想承诺什么？真心做都能做到，现在做出你的选择。好，我想要你。我的选择是。汪峰老师。酷。啊。真棒真棒，好，加油。嗨，大家好，我叫雨田，今年24岁，我是一名加拿大华裔，但是我出生在上海。阿拉早黑你。9岁那年我移民去了加拿大，那时候给外婆打一个越洋电话成了我最大的期待。我记得在加拿大哈，那时候他打电话给我，都让我给他唱歌。我想他大概是想家了。新歌声是我在国外就梦寐以求的华语流行音乐舞台。今天外婆拄着拐杖陪我来到了这里，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嗯呐，谢谢你今天来陪我。我知道你的眼睛快看不见了，所以杨洋很希望把自己在这个舞台上的样子永远的留在你的脑海中。今天我想用一首因为他而改编的歌曲圆我们祖孙俩共同的梦。那我要帮侬站起来赢。
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很会唱啊！哇，来来来，先介绍一下自己。好，我叫雨田，今年24岁，我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现在我在北京做一些关于音乐的幕后工作。你刚刚有看到 我是第一个冲下来的吧？嗯，我觉得你的共鸣很特别，所以先听到这种好的声音，我就拍了。下来之后发现技巧后面真的是很棒，其他导师才是跟着下来的。好，就表示啊，你们年轻人啊，对，憋不住，哎，太冲动了。我觉得就是我，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原唱啊，跟我和汪峰都很熟的。你今天没按照那个朴树的小谱的那个唱法，是令我最吃惊的。哦、真的，谢谢老师。而且那画面完全不一样，而且他完全是有自己的一个理解。至少我能感受到的是，一下就抓住你的性格。谢谢汪峰老师。哎，这个你们是家学吗？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还有我外婆，他们都是唱歌的。哦，他们也是流行音乐领域吗？还是嗯，对，所以我觉得从小就可以受到他们的启发。我也想问一下，你选这首歌的原因？我选这首是因为它的第一句歌词，那片笑声让我，哎。那片笑声，没关系，你慢慢想一下。我的那我想起我的花儿，那对我来说，我的花儿是我外婆的目光。嗯，因为她从50几岁的时候就有，黄斑变性，是一个就是非常难治的眼疾。哦。然后今年她85岁，她只能用她的右眼的一点点的余光去观察这个世界。然后他要为了要来支持我，他拽着一根拐杖，就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然后再走几步，再歇一会儿，就是为了来看我，到这里来。他已经在这儿了。他今天来了。对，他今天来了。外婆好。我也是我外婆真的从小带大的，你说的那个感情我特别特别体会，真的。我叫他娜，是一个、是一个上海的那个昵称，然后他叫我杨洋，因为我属羊。OK， 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是属羊，啊、oh. ，一点都不是瞎说。你的行为，我觉得越来越像那英了，真的是。我有开始来玩这套吗？对，玩亲情牌。我老婆，我女儿啊， 都是属羊。哎，我跟你讲，我妈属羊。哎，等会儿。真的，汪峰。我也属羊的，你知道吗？哎呦，对，所以我说我身边嘛，你少来。我身边的很多很多最近的人都属羊。周杰伦老师也属羊，我羊头马尾，谢谢。啊，所以怎么样？
我要说的就是那个结论要讲那个重点语。重点就是你刚刚的表现没有让我失望，但是你等一下你选择不要让我失望。我觉得啊，不要用威胁的。好，现在是你的时刻了。所以，你的选择是？我选择加入。回到第一季法兰琳卡中国新歌声，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本节目由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9特别支持。本节目指定饮品金贡泉天然矿泉水，千年一贡，纯净如初，无硅油，不刺激，养头皮。本节目指定洗护用品资源无硅油洗头水。OK， 周杰伦的战队。耶、太棒了，太棒了！哎，我的学员，我的学员，没有，他这个有点勉强。OK， 我加入周杰伦的战队。加油加油！我叫包世宇，你们可以叫我包包。我今年19岁了，这里是我的高中民谣吉他社团哦，我的社长哦。那时候我们没有专业的乐器，就大家一起做；缺少音箱话筒，就大伙儿一起到处借。我们都是爱民谣的小孩，民谣就像我们的青春，很美好。我从来没有专业学过唱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新歌声这么大的舞台，超激动的。今天是我来到嘉兴的第五天，马上就要上场了，还有点小紧张呢。小伙伴们说我唱的歌是包式民谣，听了容易犯困，很催眠，万一我把老师们唱睡着了怎么办呀？我在家里已经对着各位老师的照片练了好久，不知道老师们会不会喜欢我的声音。包包不怕，自由自在的唱吧。有点像自己弹的，好像。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直到那是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几年里。困
事里纪念你。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你一样回不来，我也不会在意对谁满怀期待。我知道那个夏天每天都有太多遗憾，所以你好再见。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所以你好再见，所以小妹妹你好。你好，老师好。嗨，我来了。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包诗雨，今年19岁，来自吉林长春，你们可以叫我包包。然后我开学就是延边大学法学专业的一名大一新生了。延边大学。对。你是，这是朝鲜族吗？没有，我是满族的。哦。我也是。你满族讲话怎么叫这样讲？你知道民谣在我这儿还是强项吧？知道。但是你不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哎，包包他觉得杰伦，周杰伦比较奇怪一点，速度很快就冲下来了。所有的音乐类型，只要好听我就会冲，就是有什么不可以的。谢老师。民谣为什么在我这就不成立的？不一定。对对对，新民谣你看我写彩虹也是简简单单的吉他，我只是让它更多元了，到后来有一个副歌鼓进来，加点饶舌，你就不觉得是民谣吗？它也是民谣。你为什么选这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在宋冬野那里看来是讲他青春一去不复返，但是我正值青春嘛，所以我就要趁现在刚开始尽情的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你发现了吗？他唱的这首《安和桥》和他唱民谣的那个音色呀，是美好的东西。有一些唱这个民谣呢，他是太苦涩了。对对对，是苦涩的东西，你是很甜美的。我是深深的被带进了那个故事。谢谢老师。你有在音乐上的小伙伴吗？没有没有，都是在网上唱歌。哇，那你的晚上休息不够哎，一直在网上跟小伙伴们。对呀、啊，是吧？被发现了，是吧？被发现了，被发现了，他好开心了。对呀、啊，被发现了，好棒啊！你爸妈还不知道你晚上熬夜。我，对，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我，你就更不能去周杰伦老师那儿了，他一宿一宿的打那个游戏，你知道吗？我一直想和周杰伦老师打游戏。好，完了。小英啊，你为什么自己挖坑呢？打游戏太棒，我跟你讲，你来我的战队之后、哎、我天天拉着你去跟他玩游戏啊。真的吗？我们俩关系不错。假的假 的, 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去到那边我就不跟你玩游戏了。同学，在你这个选择之前哈，导师啊，最后给他来一剂强而有力的强心针。包包，来我那英战队，我们一直幸福的去唱歌，好不好？哎，让你优美的歌声让更多的人听到。啊，哎，不是，汪老师，这跟你什么关系？他冲了，你刚刚有冲吗？有。哎，汪老师有冲啊？啊。把它放在眼里呀、啊！欢迎回到第一季《法兰琳卡中国新歌声》原创新歌声《玫瑰花苞水》。本节目由法兰琳卡玫瑰花苞水独家冠名，吃有机的，喝有机的，用自然护肤的法兰琳卡玫瑰花苞水。感谢杰伦担任首席惊喜官的唯品会特别支持，下载唯品会 APP， 一大波惊喜来袭！奇瑞瑞虎7未来派超动感 SUV， 瑞虎7预售冲冲冲！下载 Live 直播 APP， 支持心仪学员，选出第五战队。哎，汪峰老师有冲啊！啊，不把他放在眼里呀、啊！别这样！我给，不是你让他走，他走那斜坡，你真的忘了？你真的滑下来？你真的忘了吗？我刚刚真的以为只有两人。杰伦这句话给我伤着了。
好，接着你了。该我了。该你什么事儿啊？不是，我想说奇怪。哦，你刚刚有冲啊？好好好，那来跟我一起玩游戏吧。对啊，我们啊，很远，我们聊点跟音乐有关的好了。嗯，那就是来我战队，我让你听听什么样周氏民谣。好了，你的选择是。我觉得因为喜欢打游戏，选择一个老师不太对。我的选择是。欢迎回到第一季《法兰琳卡中国新歌声》。你的选择是。我觉得因为喜欢打游戏，选择一个老师不太对。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歌，所以我的选择是。周杰伦老师，感谢收看《法兰琳卡中国新歌声》，欢登录中国新歌声独家视频平台优酷视频、腾讯视频观看节目视频，欢登录独家音频平台 QQ 音乐支持你喜欢的学员。本节目独家 VR 视频由微金 VR 联合出品，参与中国新歌声微博互动，打榜直播赢好礼。你还可以搜索热门学员和歌曲，了解更多新歌声。感谢腾讯娱乐、新浪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搜狐娱乐、百度搜狐、华点传媒、好美在线、炫点传媒、飞碟无线娱乐、加快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界面 APP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还可以登录网易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及腾讯新闻客户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金立欧六手机真声音。火再燃，全新导师战役首次出征，近400名学员争夺48个席位。点击订阅《中国新歌声》官方频道，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歌声。